喺唱歌之前咧，我都想 share 下啦。咁啊，喺一個疫情期間，我相信大家都呢段時間比平時嘅生活可能會有少少艱苦啦，因為冇得去旅行。係我覺得最慘冇得去旅行，因為我自己平時都每年都會至少去一至兩次旅行嘅。咁啊，所以咧就想透過一首歌咧去。鼓勵大家係啦，繼續努力工作係啦，送俾大家第一首歌《你是你本身的傳奇》，希望你哋可以積極係啦 ，keep 住一個 positive 嘅心態咧，去渡過呢個疫情嘅難關。
British Fair 嘅邀請咧，同埋嗰食 cocktail 係啊，應該有機會咧可以再次喺呢個現場係啊去唱歌係啦，見到每一個真實嘅每一位觀眾係啊，送俾大家第一首歌《你是你本身的傳奇》啦，係啦。咁之後咧呢首歌係講啲咩嘅咧？之後呢一首歌咧，其實啊就係、喺疫情期間啦，大家可能冇得閒啊，咁啊，咁我媽又好中意睇劇喎。咁我講話，喂，啊，好睇好好睇，咁啊係一套劇集叫做《香港愛情故事》啦，咁啊我就陪媽咪去睇呢個劇，咁啊發現原來呢首歌都幾好聽嘅，我相信呢首歌咧，如果大家有睇呢個劇集嘅時候咧，佢都好熟悉，送俾大家谷亞梅嘅《谷場》。当害怕，更加将我留在中。
好多啊，咁啊咧首歌系之前好 hit 嘅，我相信好多朋友都有睇，系啦，叫做哭墙啊，咁啊你哋中意呢一首歌啦，我听完呢首歌咧，我都觉得好感动，所以又藉住呢个机会咧去分享俾大家听。好啦，咁啊头先咧又唱咗两首 cover 嘅歌啦，咁其实咧我自己都有自己嘅音乐嘅，系啦，咁咧喺大概两年前啦，我自己咧就正式叫做出道啦，咁啊出咗第一首自己嘅原创歌曲啦，咁呢首歌咧叫做《拓荒者》，系啦，咁啊，嗯，系啦，咁呢首讲咩？呢首歌讲啲咩咧？就系咧，系讲好似每个人可能去对于一个梦想咧，都好似好迷茫啦，唔知点样行啊呢条路，但系咧只要坚持自己嗰个好坚定嘅。嘅心態咧，就一定可以實現到自己嘅夢想，係啦，咁啊就好似一個拓荒者喺一個荒地入邊去建立自己想要嘅王國一樣，係啦，咁啊喺度送俾大家我第一首兩年前嘅作品叫做《拓荒者》，希望你哋喜歡。似拓荒，没预料又再走进窄巷，为何现实尚迷惘？没念旧再三分离，不着内心坚壮，流放于一方，仍不妥协，再无发光。明明在逆战四方，明明尚有热情可装，仍还念书，力在乎旧时的温暖，被忘情相望于船汪，不见对抗乱局的光，我因别有期望，道理再多，若然在我们曾失落，放下任我，再回归只有这个，从头出发。过后再去分清对或错，茫然踏步北京王，前尘空是不相忘，沿途陌路也会遇。重建旧友激发碰撞，明明在逆战胜方，明明尚有热情可创，仍还念昔，尽付旧时的温暖，未忘情相望于船汪，不见对抗乱局逼迫，我因别有期望，道理再多，明明在我面前失落，放下更多，再回归。
我好，送俾大家系我自己系啦，自己出道嘅第一首歌系啦，叫做《拓荒者》系啦，而呢一隻歌咧，亦都收录咗喺我嘅第一隻 EP 入边嘅吓。咁啊，我只 EP 咧都系同名，都系叫《拓荒者》系啦。咁啊，而家咧呢只碟咧已经可以喺各大嘅音乐平台嗰度听啦。另外咧 ，CD Warehouse 同埋各大小嘅唱片嘅铺头咧都有我只碟嘅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喜欢呢首歌嘅话咧，不妨可以 download 我嘅歌啦，系啦，或者去买我嘅唱片啦。好，咁啊，分享咗一首自己嘅歌啦，咁啊繼續唱一啲大家熟悉嘅歌咯，譬如係啦咁啊呢一首歌咧，都係令我非常之感動嘅。我覺得同拓荒者一樣嘅，拓荒者就係講啊點樣去追求夢想啦，點樣去堅持自己嘅初衷，去勇往直前啦。咁啊講到啲愛情嘅嘢咧，咁呢一首歌咧就我覺得同拓荒者嘅心態一樣，都係對住自己所愛嘅人咧，都會係勇往直前，不顧一切去為對方。去付出佢嘅內心嘅愛，係啦，送俾大家一首係嚟自側田嘅一首好中意嘅音樂，係啦，大家聽個琴聲咧，應該都估到係邊首歌啦，係啦，就叫《Con》，咧送俾大家《Con》。Sometimes
苦干，世上风霜。幾耐之前嘅作品啊，咁啊叫做《湯》啦，咁啊希望嗱見到大家好多情侶嘅話 pair pair 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日日都咁幸福 sweet sweet 咁過每一天啦，啊送俾大家湯係啦。咁之後呢一首歌咧啊，亦都係我好多人都熟悉嘅作品啦，係啦，咁啊呢一首歌係嚟自 J C 嘅歌啦，咁啊頭先講到好 sweet 喎，一個叫做咩？驚天痛魄泣鬼神的愛情啊！呢個即係我哋有去到愛情的另一個世界啊！哇，個世界係咩咧？就係、通常有好幸福嘅情侶，亦都有啲好不幸嘅人，可能就遇唔到一個適合自己嘅另一半啦。咁啊，呢首歌咧就希望可以唱出佢哋嘅心聲。係啦，咁啊就由阿 Raymond 老師係啦帶起呢首歌先。相信大家都會好喜歡呢首歌。抱一抱，就当这是没有在一起，好不好？有结局都已经来得及。笑的吧，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，我不如自己。
送给大家啊，这个是为大家的掌声。系啦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啊，今日十一系啦，国庆嘅公众假期啦，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享受啊呢度嘅音乐啦。咁啊，得闲嘅话都可以去入边嘅市集嗰度去啊行个圈啊，有冇买到一啲新台货啊？好，咁啊，头先咧又分享咗两首大家好熟悉嘅歌啦，系啊，侧田嘅汤啦，同埋啊孙思嘅雪山就散啦，系啦。咁之后咧又想喺度。系啦，分享一下自己嘅歌啦。其實咧，我就唔止一首歌咁少嘅。我哋咧，我就見啲學方者咧，入邊咧其實有六首歌啦。咁啊，呢首歌咧，亦都係我喺即碟入邊其中一首最中意嘅 side track， 係啦，叫做《跟車太近》啊，係啊。咁啊，當然啦，我哋今日係一個上鋼琴嘅伴奏啦，咁所以咧個演繹係啦，大家喺現場呢個演繹咧係非常之獨家嘅，係啊，因為大家如果喺視聽會或者喺我嘅音樂平台聽我嘅歌啦，或者睇我嘅 MV 咧，係啦，都係一啲好即係完成品啦，一個出街嘅一個好歡呼嘅作品啦。咁啊，喺度送俾大家一個 acoustic 版，係一個鋼琴伴奏嘅《跟車太近》，因為呢首歌原本係 R&B 啊，好多嘢。好，送俾大家嚟自我嘅。
別嘅，除咗首歌啦，咁啊呢首歌咧可能大家好少，大家好少聽嘅咁啊，係一首 side track 嘅作品啊，跟車太近咁啊，大家唔知一路聽嘅時候咧有冇聽下啲歌詞咧？係啦，都係講一啲愛情嘅嘢。其實我只碟入邊咧好少講愛情嘅，都係講一啲比較另類少少嘅主題啦。咁啊呢首歌就係我只碟入邊嘅唯一一首講愛情嘅歌，係啦。咁啊講啲咩咧？就係咧講一個戀人啦，可能啱啱開始嘅時候咧會好甜蜜啦，但係可能到慢慢時間耐咗之後咧，大家相處過之後咧，就發現大家都可能因為太愛對方而令到對方逼得太緊，係啦。咁我就將呢個主題咧就放咗落呢首歌度，叫做《跟車太近》，係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咧好似揸車一樣，係啦。我哋一路揸車嘅時候咧，都要保持一個安全嘅距離，係啦。咁樣先會成條即係成個駕駛個過程先會好流暢啦，係啦。但係如果真係逼得太近嘅時候咧，都容易就會有意外啦。咁所以咧，揸車嘅朋友咧。係啦，如果有人揸車嘅朋友啊，記住要保持車速，小心駕駛。跟車太近啦，呢首係我嘅另一首作品。好，OK， 係啦，英文老師叫我飲啖水先。係啦，大家有冇嘢想分享下都可以喺度同我傾下偈。口罩都好焗嘅，希望可以個疫情快啲過啦。係啊，咁樣大家咧就可以因為唱歌其實都幾要勇氣嘅，係咁啊，戴住個口罩就行都辛苦啦。係啊，行都辛苦啦。係啊，咁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本地嘅音樂啦，多多支持本地嘅音樂人啦，因為喺呢個疫情期間咧，我相信每一位音樂人咧都好謹慎嘅一個。係啊，咁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係啦，咁啊，之後呢首歌咧，送俾大家一首 cover 嘅歌啦。係啦，咁啊 ，cover 啲咩咧？就係咧，當我諗緊個歌單嘅時候咧，我就諗緊，我真係好想去旅行。頭先啱啱開始嘅時候，好想去旅行。係啦，咁啊，不如咁啦，就唱首韓國嘅歌。係啦，即係韓國原本係韓國嘅，係啦，醬油蟹。係啊，大家幻想下自己而家置身咗喺韓國嘅地方。講去了個旅行咁樣，好送俾大家聽就應該識㗎啦呢首歌。
曾分开，曾深爱，等待，不爱也要打来，才痛惜这是恋爱。
人生，眼弯弯的令我更识做人。有些人平日太傻，是模仿是如烟云，无论失恋失意都在对方一瞬，我那时觉得是个很温柔。身邊就很多人去關心他，希望他可以度過一些在情緒上 的難關。那一首歌叫做《黑狗》，是的。為什麼呢？為什麼叫《黑狗》呢？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YouTube， 是的。那 有一個短片，是的，就是講抑鬱症的人呢，他的內心世界是怎樣的呢？很多時候都會很多東西都是放在心裡，還有內心會有很多
好負面嘅情緒咯，成日都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啦，或者有好多嘢都覺得唔夠人哋好啦，咁啊變咗令到自己嗰個唔夠肯定自己嘅能力。咁我希望透過呢首歌咧，可以大家關心下，我身邊有一啲情緒困擾嘅朋友，可以好好去關心佢，俾佢哋知道其實仲有支持佢，令到佢有力量去面對生活嘅一個難關。係啦，送俾大家一首我自己都好中意嘅作品，叫做《黑狗》。Thank you.
咁我嘅歌曲咧，同埋我嘅MV咧已經可以喺各大嘅音樂平台啦，或者喺卡拉OK都可以唱到我嘅歌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音樂咧，都妨可以follow我嘅IG啦，或者贊我嘅Facebook啦，同埋喜歡嘅話記得輸入我嘅音樂。多謝大家嘅現場每一位留低嘅觀眾，多謝你哋支持。好，咁啊，接落嚟咧，我就另一位音樂嘅朋友啦，係啦，咁啊，加個場俾你喎，OK，好，多謝。